过回来给朱婷，换泰国队这边好球，哇哦，二号的卡巴费蓬，陈静思的发球背后传给这次换张磊这边。挡得不错，再给张磊，最后的国内这边还是的快攻，球的是中国的惠若琪做回来。这个蛮远的一段距离啊，这角度呢也是蛮拼的。中队四分的领先，发球的是沈静思，没接好，但是过回来。给维拉万的平手，这边是沈静思。这边扣杀得分的是维拉万，打这个球进。现在领先优势。球呢？球员举得飞，还在他的身后，不但是太高，而且太后面了。很好，阿鲁特扎。过去了，泰国队这边的机会来了，好，打一个斜线呢，正好穿，哦，张贤接发球的失误，维拉万，第十号维拉万的扣杀呢，造成中国队的封网出界，马里卡过头了。把这球给拨回来，再给奥德玛，背后推过来，好球！哦呦，这也是超前了两分的，现在又被追平，挡一下，给谁不用给，直接拨回去。过来了，漂亮，成功，只差两分。
哦，这球落在线内，落在线内，所以一个 set point 哦。未来外呢，这一个发球角度相当。效用了哦。好，我要往在四号的位置。这球呢，从两名防守球员的手中间呢穿了过去。瓦莱万呢，在这个四号位置打这个直线呢，打得非常好。一手给拖起来，不过这时间呢，还是被中国队算准准的。过来了，过来了。而泰国队啊，在第五局呢，8-5的领先，现在双方换场。接好，一手做回来，给朱婷。对了，点获得胜利，张磊继续来发球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15-14 point。最终呢，就是以16-14拿下了最后第五局的胜利啊，并且以3-2打败了中国女排。这是泰国呢有史以来第二次打进亚锦赛的冠军决赛，而中国队呢则是另外一场四强赛的胜者，在稍后呢将由日本队啊来对战韩国队，这场比赛呢。